大哥哥，大姐姐，爱吃早咖啡干。有时候根本就没有人啊，有些人有时候真的没有，会对你比较不一样的感受。这种走出来真的很辛苦，那因为孩子走出来真的需要很大的勇气跟自信。他们就不买，会有点难过。那怎么办？大哥哥，大姐姐，爱吃早咖啡。我们也会常常带他们出去，好，不在不一样的状况，好，不一样的地方，让他们跟人去互动，减缓他们老化的速度。所以虽然现在还是有蛮多段位，他们对我们不认同、不谅解，带着孩子出去，然后他们退避三分的也很多。在外面卖饼干的时候，会不会遇到那个不礼貌的客人？不认识的阿嬷到处乱骂人。上次有一次骂到我。两个字，我是童老师坏掉，我不好听。他会不会觉得很难过？是还好一点点。其实我心里觉得会很难过，我们的孩子完全没有会害人的那种心，他们都怕我们一定要强迫他们怎么样，会不会只要给孩子一个加油，给他们鼓励，我们不会强迫你，